这张壮观的影像是用哈勃的第三代广域照相机拍摄而成，其中有两件事吸引了您的注意：影像左右两侧的两个巨大星系，左边的星系是一个透镜状星系，以 2MASXA031937434137580为名；右边的侧向螺旋星系则被简单地命名为 UGC2665。这两个星系都位于离地球大约 3.5 亿光年的地方，它们都是巨大的英仙座星系团的一部分。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重要人物，因杀死女妖美杜莎而闻名，而美杜莎本身因不幸的原因而闻名，因为她被诅咒活蛇作为头发。鉴于英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资历，相当合乎同名星系团是已知宇宙中最大的天体之一，由数千个星系组成，在这张影像中只看得到其中的几个。影像中的精彩细节要归功于 WFC3 强大的解析度和高灵敏度。WFC3 对可见光和红外光都很敏感，所以这些都是这张影像中捕捉到的波长。英仙座超星系团在其他波长下看起来非常不同。在这张影像中，星系之间的空间显得黑暗而平静，而当 X 光发射被观察到时，英仙座星团似乎正在燃烧着明亮的强光。